议长韩信上将，今天下午搭机来我国访问三天。韩信上将今天到达松山军用机场的时候，参谋长赖明昌上将以及三军的总司令都在机场迎接，韩国驻华大使金桂元也今天到机场去迎接。韩信上将将从明天开始拜会我国的政府官员，包括国防部长高奎元和参谋长赖明昌上将。这位韩国的军事首长并且还要参观我国的军事设施。